上午没完工的，我们下午又来继续。全部完工了，我先回去做晚饭。这个是昨天拔姜的时候姜吃掉的，还剩下这些姜苗在这里。梗子，这梗子炒菜也蛮好吃，今天我就把它剥下来用来炒豆腐。今天炒了三个菜，我们有四个人在家吃饭。那么哎，小姥姥，提前有练的，我不想练，将来很难。